啦啦啦啦啦。妈妈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妈妈在化妆呀。啊，妈妈好漂亮。妈妈去做饭，你自己玩一会儿。我也要像妈妈一样漂亮。哇，我也变漂亮了。哎呦哎呦，我的脸好痒呀。妈妈，你是不是用妈妈的化妆品了？我想像妈妈一样漂亮。这是过敏了，小朋友不能乱用大人的化妆品，快点去医院吧。